金特会48小时划重点。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于当地时间6月12日上午9时许，北京时间9时许，在新加坡圣淘沙岛加佩乐酒店进行了历史性会晤。为历史留证，小编整理了金特会前48小时至金特会值得一看的高清大图。9:15分左右，金正恩与特朗普实现了世纪握手，这也是朝鲜最高领导人首次会晤美国在任总统。金正恩见到特朗普后直接用英语表示，见到你很高兴，总统先生 Nice to meet you, Mr. President, 并在朝美两国国旗前与特朗普进行了10秒左右的历史性握手。金正恩通过翻译告诉特朗普，世界各地很多人不会相信正在新加坡发生的事情，许多人会认为这是一部科幻电影中的狂想。这是朝鲜最高领导人首次会晤美国在任总统。据韩联社报道，金正恩表示，我们曾有过困难的历史，一路走来并不容易，克服了一切困难来到了这里。特朗普表示，见到您非常荣幸，相信双方将会进行一次成功的对话，我们将会有非常棒的关系，我对此确信无疑。金正恩与特朗普的手紧紧握在一起。特朗普对金正恩竖起大拇指。会晤开始后的前15分钟，两国领导人互相寒暄致意。9:15分左右，金正恩与特朗普开始一对一会谈，仅由双方各一名翻译员陪同。约10:00左右，双边开始举行扩大会议。特朗普称，与金正恩进行的一对一会晤进行得很好，很好。他还说，两国的关系非常好。特朗普还预测，双方将会解决一个大的问题，大的困境。特朗普与金正恩共进午餐。午餐期间，特朗普对记者团表示，各位，拍到好照片了吗？我们肯定又帅又瘦对吧？完美。出席午餐的美方人员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、国务卿蓬佩奥、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·凯利、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、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金城、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、亚洲事务资深主管马特·波廷格。朝方人员包括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、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央副委员长金英哲、李珠庸、党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外务相李荣浩、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、人民武力相陆光铁、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、党中央第一副部长金宇正、外务省副相崔善基等。美国白宫发表的推文可以看到，这份菜单不仅有鱼有肉，而且精心设计，符合美国朝鲜两名领导人的味蕾。
菜单上的佳肴就有前菜、牛油果沙拉配传统大虾冷盘、泰式绿芒配蜂蜜青柠与新鲜章鱼、猪菜、牛小排配烤土豆与蒸西兰花红酒酱汁、酸甜炸猪排配自制 LU 酱汁的扬州炒饭、甜点、黑巧克力小馅饼、香草味哈根达斯冰淇淋配樱桃酱。特朗普说，他与金正恩将签署一项非常全面的文件。金正恩则在签字前称，世界将见证巨大的改变。特朗普评价，金正恩是个非常聪明、有天赋的谈判者。他称，从与金正恩的会晤中，感受到了他对国家的爱。特朗普表示，一定会和金正恩再次见面。特朗普称，将邀请金正恩来白宫。11日，特朗普与李显龙会晤。特朗普对新加坡的热情款待、专业精神和友谊表示了感谢。11日，特朗普与李显龙共进午餐。在共进午餐的过程中，与会者为特朗普庆祝生日。6月14日，特朗普即将迎来第72个生日。11日晚，金正恩参观了滨海湾金沙酒店楼顶上的天空花园、喜年大桥和新加坡港等地，了解新加坡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。金正恩表示，新加坡果然名不虚传，干净又美丽，每个建筑都有特色。今后要在各领域多学习贵国的好知识和经验。金正恩参观鱼尾狮公园时，与新加坡外长维文玩自拍。6月10日，金正恩乘专机离开平壤，前往新加坡。10日中午，朝鲜记者短暂露面金正恩下榻的瑞吉酒店 ST Raffles Hotel 门口。抵达樟宜机场的金正恩身着人民装，走下飞机前梯。新加坡外长维文右二在机场迎接金正恩，并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他与金正恩的合影。维文在这张照片旁写道 Welcome Chairman Kim Jong-un, who has just arrived in Singapore. 此前维文曾应朝鲜外相李永浩的邀请，于6月7日至8日对平壤进行正式访问。金正恩车队沿着 The Pan Island 高速公路前往瑞吉酒店。早些时候，警方已封闭该路段。被认为载着金正恩的车辆驶入瑞吉酒店。
全球媒体等候在金正恩下榻的酒店准备拍摄。而朝鲜记者走出酒店也准备拍摄时，遭到各国记者蜂拥而上。朝鲜记者不知所措，只好转身拿着摄像机跑回酒店。第三架朝鲜飞机降落在樟宜机场，据报道，高丽航空公司的飞机上载有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。金正恩车队前往新加坡总统府会见李显龙。这是朝鲜最高领导人首次访金，沿路有不少民众拿出手机拍摄照片和视频，记录着历史性的一幕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Kim Jong Un 首次会晤。李显龙和金正恩在会谈中讨论了新加坡和朝鲜的关系，以及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。